晚会开始唱国歌，麻烦请各位贵宾、各位同志们起立。序幕之后，短短的40年，你想嘛，沿海已经变成中产阶级的社会了。我们北斗卫星也有了，我们高铁全世界第一，等都是短短的几十年起来的。那这个经济在沿着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哈，美国为什么害怕？只要发展去，将来等到我们全国变成中产阶级社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太平到来的时候。今天我们虽然在台湾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，知道中国的前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这个伟大的使命，就刚才讲到，要我们民族伟大的复兴，要让我们万世太平的到来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完成。大家努力，将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就是我们中华人民素养的名字。今天呢也巧了，碰到中秋节，所以我们呢庆这个中秋节团圆日，除了我们家庭团圆以外，我们最后希望两岸能够早点团圆，也就是中国的早日统一。谢谢大家。我们都有一个家。